拖吧，没事的，家里没有别人。啊，不好吧？被他知道了怎么办？他不在家呀，没事，他不知道，他也不会知道的。走，这太成人了，这个内容观众应该看不了。今晚我老公不在家，你要不要来我家玩？我家的房子还蛮大的。玩累了就直接睡。如果我这样和美少女说，他们会和我来吗？跟我一起去试试，带他们来家里做一些大人的事情。走。今晚你有安排吗？老公今晚不在家，我家还蛮大的。我觉得怪怪的。你家的猫会倒立吗？会倒立吗？当然会。那我要去看看。走走走走。你只要会倒立的猫呀。今天晚上那你带我去干嘛呢？我准备了一些大人的活动，比游戏还刺激。我们一起当大人。哦。灯短了。有雪糕。哎，你先进去，他真会出来哦。雪糕。送我吧。啊？你知道成人到家第一件事是要干什么吗？撸猫。不是。第一件事，你是想先吃饭，还是先洗澡，还是先……先遛狗了。啊？跟我遛狗去。小鸡每天都在跟我讲他们家狗狗很烦。你看发什么神经啊。遛狗只是一个逗你玩的，后面那才是正戏，才是正刺激啊。这也很刺激啊。平常都这么激动吗？是啊，天天这么激动。遛狗开心吗？遛一次挺开心的，还要给狗狗擦脚脚。辛勤的老母亲啊，坐下。哎呀，不要咬我，后腿没擦呢，你跑跑。好可怜。你说我可怜还是他可怜？他。还有一些好康的，来跟我进房间。接下来的可刺激了，未成年人请退出视频。大人就要看一些大人的视频。拖吧，没事的，家里没有别人，家里没有别人，来嘛。网络上都放不出来啊！你准备好了吗？嗯。English for adults. 纳税。To pay taxes. I need to pay my taxes. 上班。Go to work. I have to go to work. 这是成人英语啊，就成人才会。这太成人了，这个内容观众应该看不了，我怕他们承受不了。那你承受得了吗？我已经是合格的成年人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些都是小菜一碟，后面的才是大戏。我穿了这个，啊，好乡村啊，好乡村啊。哎，就是一个奇怪人呀。为什么你就让人提不起一丝欲望呢？他在干嘛呀？你懂吗？你们懂他在干嘛吗？看看我，我感觉他赛克斯一点，我开了个灯哎。一般是不是都要这样子？哇！我接下来去换一套衣服，跟我去洗澡。走。啊，不好吧？被他知道了怎么办？他不在家呀，没事，他不知道，他也不会知道的。走，穿上。答应我，好好的把它穿上。那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哈，还要洗澡呢。你准备好了吧？我们都穿都穿了，不给大家看一下。再说了，现在灯都没开呢，他们又看不清我们的动作。要不先开个灯？整烂活。成年人要做的事情，不就是要好好的锻炼身体，强壮自己？跟我一起练一下。与肩同宽。屈膝下蹲，掌抱腹前，中正安舒，呼吸自然，心神宁静，一手开弓。呼吸。你这个蹲的太少了，就我们这个膝盖脚踝，能蹲多低？吸气，六
这个大家还是要视自己情况而做啊。摇头。容易受伤的。呼气。是吗？哎，两掌合于腹前，体态安详，周身放松。怎么样，练完以后是不是觉得自己神清气爽？我觉得确实可以让人心情平静，但是大家在锻炼之前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不要盲目的去练。我一个半月板损伤，脚踝软骨损伤，唉，我们就只能做做成年人该做的八段锦了。这就结束了？我还以为更有什么更加刺激的活动等着我呢。更加刺激那肯定在下一期嘛，对不对？不得先骗一波赞呢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我们俩在这里练功，这样子吗？我说这个音乐太安神了。好可爱呀！真香。搭话吸气。哎，踩到猫了。成年人回家的第一件事是不是遛狗啊？